真的，你手没有举起来，你选杰特哦。干嘛？向前挥，要砍啊，要去打左边的球啊，上面的啊，右边、左边啊，挥拳。学跆拳道不是这样挥的，好不好？弟弟是挥拳，不是抖，要挥拳往前，到右边要站在圈圈。就是在这边。对，要站在圈圈，不是挥拳，那是抖拳，那不叫挥拳。开心，来来，快一起做，要放大绝招了哦！德斯蒂姆光线，你赢了，这样就花了十枚代币。十枚啊！因为他去拿他的奖状、奖品啊。哎，这就要给他玩。来了，你要选哪一个？你要选哪一个？哦，来了。峰哥。